可以去练习 V 的函数 index offset 或 indirect， 这些其实都做得出来。可是呢，有一些可能同学不太熟练，那待会我会分别把这几个函数怎么做哈，再跟各位做说明一下，顺便了解一下其他查询函数的用法。那在讲这个之前呢，也许你还可以再把这个 lookup 哈，再复制一个，啊，请你改成什么呢？哎，如果说我今天这个范围目前哈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 range 的表示方法，但是我如果希望呢，我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定义名称的话。哎，那实际上我要怎么做？比如说我这边的话，其实这样可以什么？把它定义成编号、姓名、总销量，一直到业务水准。所以呢，我可以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我当然我刚之前跟各位讲过了，你选的方法是选这边，然后呢，在这边打上编号两个字 ，Enter， 它就一个编号。那可是问题哈，你这边有总共有五个栏位，那五个栏位你需要做五次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？当然有，我教各位比较快的方法。做一次呢，五个栏位呢就做五个名称的。如果以后十个栏位就十个名称的，那，啊，怎么做呢？一，请注意哦，选取的部分呢包含名称，因为这个名称会自动帮你加，自动加。所以一选编号到业务水准，这个整个范围选起来有五个栏位，也就是说呢，我选这五个范围之后，上面就是它的名称，下面就是它的范围。OK， 第二个的话呢，到公式里面的从选举范围建立，好，然后呢，记得哦，它的名称在哪里？在顶端列嘛，所以请记得把顶端列打勾就可以了。好，啊，未来当然如果你的名称在左边，你就最左栏了，反正就这样了。还有底下跟最右哈，不过通常这三个很少用，通常是上面顶端列，就名称在上面。下面的就建一个范围，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它会建五个名称，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，所以公式里面先用这一个，好，顶端列，再到名称管理员里面呢去 check 一下，哎，你会发现呢，它分别帮我把编号变成什么呢？哎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来就姓名，姓名是这一个，哎，有没有？所以以后如果你很多栏都不，反正几栏一下子呢，全部名称都定义好了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是觉得蛮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将来呢，可以利用这部分呢，快速的把资料，有点类似像把 Excel 当资料库来使用了。因为这个名称就是它的栏位名称。OK， 那以后的话就相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，相对位置就可以了。OK 啊，那改的话呢，基本上哈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刚刚这个地方，也许刚刚这边就是。编号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用 F3， 有没有找到编号就可以。然后底下的话，这边就把它改成什么 F3， 这边的话就是查出什么呢？查出姓名。OK， 按确定。那只是说呢，如果要改的话，这边还是一样，所以这边没办法偷懒，还是一样，只能再复制贴上。所以这个我想请各位试着把名称稍微改一下。那改的话，就把这边有没有按 F3。好，然后，哎，这边的话是总销量，所以找到总销量打勾就可以。好，其他都一样哈，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用名称定义的方式啊，试着把它改一下。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名称定义其实还蛮重要的，因为在很多地方哈，你用那个什么哪一个范围或者哪一个工作表名称加范围哈，说真的，阅读性其实真的不高。不容易理解，反而用名称按一个 F3， 一看就知道这个范围是什么意思，什么用意。尤其是你是很多栏位的话，那以后用栏位名称来当名称那更好，因为你一目了然哦。那有点像是直接就是用资料库里面哪一栏的资料抓过来而已了哦，大概就有类似的这个方式哦。问题非常好哦，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这个名称虽然已经很快了。可是问题是它这个范围哈，毕竟还是固定的，所以如果将来还有009、010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可能假设用以前的方法，你可能就是重新选一下再打勾，重新再定义。可是问题这样子会变成永无止境的修改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哈，你可以用一个函数，其实用最常用的还是用 indirect 这个函数，去抓到一个范围。那不过这个范围的话呢，可能就是要用有点类似追踪的方式哦，也就是在这个参照到，不是给它一个范围，而是给它一个公式哦。那这个也许我们待会再来看哦。那接下来的话哈，
哎，我们已经把这边都做好了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只要后面加上一个名称就 OK。但是哈，其实如果说它可以向下填满一次做完，那当然会更好。不过基本上因为这个函数啊，它没有办法让我们有这样的效果。好，所以哈，哎，用 view 函数或其他函数应该可以哈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如果我希望怎么样，填一个，你也可以试一下002，哎，换一个有没有？那如果我希望呢，在这边呢，查询的编号的地方哦，哎，最好可不可以帮我改成一个下拉清单？因为以后的话哈，我编号我也不知道到哪里。如果我今天假如说超过的009好了，哎 ，Enter 会怎么样呢？其实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，如果你用 lookup 函数哦，009理论上应该是不存在的，可是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会捞008的给你，而且不会产生任何错误啊？不对啊，这样子。虽然你有给我资料了，可是你给我的是错误的资料，那好像比不给我资料还要更惨，因为你给我是一个错误的资料哈，所以要特别注意啊 ，lookup 函数啊，它如果查不到的话，它会去查一个接近的丢给你哦。OK， 好，那再来，如果说呢，我们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，我怎么样在这个储存格哈增加一个所谓的下拉清单？那其实下拉清单也蛮常用到的，比如说你要输入资料的时候。是不是最好是有个下拉清单，然后呢让他用选的，比如说选编号或自动把编号其他的栏位的资料帮你带过来，或者是说呢选那个品名看得懂的，自动把其他的栏位资料带过来，好，给他怎么样做一个下拉清单哦。给他首先第一个哈，用那个资料验证，记得啊，这边把它改成原来预设是任意值，好，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所谓的清单 ，OK， 好，不过他这个清单会问你说你的来源在哪里？我来源在什么呢？编号。的名称，好，如果你不是一个范围的话，那当然你就是用一个名称了。我的习惯还是下拉清单哦，尽量用名称来代替。那用编号 ，OK， 按确定。也就是说，将来把这个原来任意值哦变成一个清单，它的来源是从这边而来的哦，所以基本上呢哈，在清单它第一个会帮你产生一个下拉的一个箭头，第二个它的资料会帮你从这边。到这边来，帮你放进来，就有这个效果出现哈、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是在哪里？资料的资料验证哦，因为我发现哦，这个还蛮重要的功能，可是蛮多同学好像不太熟啊。如果说你要大范围的，同样你就把这个整个范围选起来哦，再做一样的事情也可以啦。那等于是那个范围就整个就会变成是有下拉清单哈、哦。那你会发现这个出现了。清单二按下它，它会自己怎么样帮你把那个刚刚的编号里面的东西帮你丢进来哦，所以如果以后呢有你很多资料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整个用下拉清单的方式，所以你可以用选的选其中一个003，它自动把吴丹雅这个人带出来，那选004、哦、一样自动帮你把其他资料带过来、哦、OK，所以怎么样当你下拉清单自动带出其他栏位，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方式，只是说你们可能有可能是横向的也可能是纵向的，你只要重新排列一下其实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、哦、所以刚刚主要是一先利用公式、哦、选这个范围定义名称、哦啊、用的是什么从选取范围顶端列，第二个是利用什么呢，利用那个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做出下拉清单好、哦、啊，另外的话呢，同样的方式哦，请各位试一下，也许你把它改成所谓的那个 video 函数哈、哦，那怎么做试试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、哦。